这雪太大了，是。管大把头，你要买点啥？我想买几包核桃酥啊，还有那个槽子糕啥的。哎呦，真不巧，全都卖光了，只剩下两包卤果。那咋不进货呀？哎呀，这不雪大吗？漠口镇和西口镇全都堵，现在呀，这里的人和车都出不去。你把那两包卤果给我拿上。啊，好。 冰天雪地的，你怎么来了？你解暑辛苦，我来慰劳慰劳你。哎，可惜啊，这大雪封山的，铺子里就剩这两包卤果了，你先吃着。吃完了，我想法再给你买。谢谢谢谢。你这屋咋这么冷啊？这炉子里也不多加点柴火，这火都快灭了。 是个有罪之人，你来看我，还为我买东西，真是让我过意不去啊！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过去我做的那些事，实在是……别想那么多了，你就安心写书吧。还有，别叫我大人，那样显得太生分了。 管兄，请坐。啊，你是刚才不写书，望着屋顶看啥呢？不是不写，是想写写不了了，没纸了。没纸了？我把这屋子都翻了底朝天了，也没找出半张纸来。幸亏我上任的时候多带了一些徽墨。 弄来了吧？拿。啊，这不够啊！没法子，这老金沟啊，识字的人不多，所以店铺进的纸就少。我找了好几家都没有，就这些还是我从杜支那弄来几张废账单子，你先凑合着写吧。这咋办呢？这个没纸了，就歇歇。 咱俩喝两杯。哎呦，来来来，来，老赵，你坐着来。啊，暖和暖和。光头兄，等你这书写好了，咱俩一块儿去找金脉。凭你的这个学识，我的经验。 我就不相信咱找不到望金苗。来，喝一口。哦，对了，你的那张金脉图可帮了我大忙了，我又有不少新发现，它对我启发很大。好啊，那是我舅舅给我留下的，你能用得上。 那太好了！哎呀，说实话，我以往著书都是一气呵成，中间要是断了，就像火烧心呢，我恨不得不吃不睡，一口气把它写出来。<笑><笑>
呵，够悠闲的，王东兄，你这唱的是哪出啊？整日无所事事，傻吃憨睡啊！哎，这真是夜来闲听雪打窗。 日上三竿，十里床。慵懒无才，少洗漱。清酒一杯，望云长啊！清闲啊！哎呀，舒服。哎，王总，你看我最近都发福了。 脸都吃胖了。虽然说我有些日子没来看你，也不至于胖那么多呀。你是头没梳，脸没洗的，眼睛还红红的，光是喝酒啊。天之见物，自此难书，何必书写？乐在酒活。这书写不成，你倒不着急了。徒手难战，就此偷闲呗。 悠哉悠哉，乐哉快哉呀！我这一来啊，你就闲不住喽。店铺禁止了，我订了一些，一会儿落月金啊给你送过来，足够你写好几本书了。这么多纸啊！ 哎，不写了，再多纸也不行。咋了？你这是？这几天没见，咋变成这样了？混呗，拖呗，混一天得一天，拖一天是一天。关兄，早写完早死，晚写完晚死，不写完不死啊！我何必自己催着自己去鬼门关呢？ 你说呢？哎，王东兄，你这书是真的不打算写了？真的不写了？你这身上什么味儿啊？ 过去，与私我对不住，与公。
这次我就是想报答你对我的救命之恩，也是想赎回我过去所犯下的罪。我想重新活一次，做一个心里干净、手脚干净的人，做一个不被人指戳、不被人唾弃的人。 这本书写完了，就算是死，也值了。都写完了，啊，还差一点点，需要到实地勘察一下，才能得出结论。 我陪你一起去。哎，妈，妈，哎，妈。 我刚才上山打的是野兔，哎呀，还挺肥呢。嗯，哎，那啥，赶紧扒拉给糊上，待会儿给管粮下酒使。哎，好嘞。哎，对了，妈，明天管粮去西沙沟。去那儿干啥呀？大雪天的，这么远。是啊，他非去不可。不知道。哎，对了，秋子，我让你请管粮哥，你请了没？闲没的话，小人哪敢不搬呢？秋子，哎，管粮哥，你看，说曹操，曹操到了。 来哥，俺把同行的伙伴也请来了。咋了？就让俺俩在门口站着？哦，球子，还愣着干啥？快让客人进来。冻硬了，来，用火烤烤。好。哎，哎，啊。
关东山的大烟炮啊，要是刮起来，哪能吹死人呢？幸亏有这么个地方可以避风啊！哎呀！ 事儿吧，哎呀，妈，你别瞎想了。
这管良哥呀，吉人自有天相，肯定没事儿。你咋这么肯定呢？那万一出了事咋办呢？哎呀，那你们快去找找去啊！啊，这七岔沟那么大的地方，黑灯瞎火的，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七沟八岔的咋找啊？那你们就不会多带些人，再带上火把，等你们走到那儿，天就亮了吗？对，赶早不更晚，我们马上去找人，快走啊！快走走走走走走，快点！去呀！走找人去。郊区卖了这伞的，城里一个大家都没定。按理说咱们是关东第一烧，是好酒，对吧？那十里八村谁家的烧过酒，能有咱们家酒好喝呀？就纳了闷了，他怎么就销路不好呢？关东第一烧这名字也挺响亮的。是啊。哎呀，快想点办法吧。我这不想着呢吗？活人也不能让尿憋死。我跟你说，你别弄愁眉苦脸的，儿子马上就放学了。马泽君，山口君，君ら来て嬉しいですよ。でも、何かご用ありますか？君はこの辺の地説は本部から見えます。松之助も本部に君の地説を報告しました。はい、総本部指揮官は大変喜んでいらっしゃる。廊川君にはさらに努力を重ねてもらい、ハルピン食料市場を早急に管理してもらいたい。よろしいか、これを覚えておいてほしい。食料だけでなく大日本帝国の
世界戦略に貢献するな。はい。本部とご二人ありがとう。私は必ず頑張りますので、大日本帝国のために力を尽くすべきし。啊，对不起，对不起，耽误你走路了。喝了树，喝了树，不是哈拉少，是你喝的少。关东第一烧。我去喝了树。喜欢啊，喜欢，喜欢。是给我，抱走。谢谢你，谢谢你，朋友。好，谢谢，不用，不用。啊。回去喝吧，哈拉少。来劲，来劲。Водка. Я в следующий раз хочу пробовать эту же водку. Ты же не разочаруешь такую красавицу? Нет, наверное. Больше нету. Найди какой-нибудь способ. Хорошо, найду. Лао Да, ты как так у招了, а? Ты что, эти яньры, это же 见酒不要命啊. Ты把酒撒了一地, на 咱家酒多香啊。这些洋人闻着了，那肯定是上瘾呢、啊。这些酒他们喝没了，那他们不得急死啊！不咋的呀，这回呀、啊，咱们也吊吊他们胃口，不能先露面，让这些洋人主动找到咱们家，那酒就好卖了。哎，你这个法子好啊，你和我想一块儿去了。Ну и где твой друг? Сергей, ну к чему попусту вести эти разговоры с пустой бутылкой? Пойди и купи. Сегодня пятница, а послезавтра уже воскресенье. Несколько дней искал этот магазин. Не могу найти ни места, ни завод. Сначала нужно найти продавца, а потом уже завод его производят. Ну откуда я знаю, кто он, где он, как я его найду? Тогда после работы мы пойдем искать вместе. Хорошо.今儿啊是礼拜六，下晌洋人都放假，这都快晌午了，是不该出去了。早准备好的呢。Сергей, смотри, это же тот мужчина. 先生，先生，你先生，不要走，不要走，我想卖给我这酒。还是你两个，这个酒喝着好喝，特别好喝。好喝也不行，这个酒不能卖给你们了啊！今天是这个给亲戚送去的，人家结婚不能卖啊，不能卖。先生，你别走，金先生帮帮忙，我们很需要。你需要也不行啊，你需要我也需要。哎，怎么还抢上了？那这怎么还抢上了这个？你说你，我们都给卢布。哎呀，看你两个这么着急。我们山东人实在，得，那送给你一坛子啊，送给你一坛子，我抱走。白送啊，白送。我们在哪能买这样的酒？傅家店，关东第一烧，想喝来找我。哦，谢谢谢谢。我们想买就来你那儿。来找我，来找我，以后想喝到我这儿来。啊，好，谢谢谢谢，好，谢谢你，哎，谢谢，已经。妥了。完了。
喝着好，再来拉啊！啊，好好好。阮女士，我的国内朋友到哈尔滨喝这酒啊，都说好，他们都要来啊进货，俄拉回俄罗斯去卖。什么？他要去俄罗斯去卖啊？他们那儿去喝酒叫哈拉少，哈拉少。好，谢谢啊，喝西吧，西吧西吧，西吧西吧，行吧，行吧，好好好，慢走啊，好好，谢谢，再见，再见，再见，好，好，嗯，喝好了再来，再见，再见，再见。这次你相信那个托大大郎了吧？原来我也没说不信呢，这死老大。老爷说在理儿，那咱这买卖发誓了，那火旺就得添柴火旺啊。说老爷，咱这粮行啊，要想控制整个粮食市场，首先就要控制粮价，其次就是把大部分的油坊和烧锅的股份都占过来，只有这样，哈尔滨地面的市场才是咱们的天下。老爷，这擒贼先擒王啊，傅家店的管家烧锅那可是前三甲里边的大烧锅，咱们要是先把他拿到手里，那再搞其他的小油坊小烧锅就好办得多了。村长，朱坤说的对，朱管家，你在傅家店待的时间长，跟他们都熟悉，远亲不如近邻嘛，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好。毛志根，这是第一个。嗯。哦，这个听这意思，你家狼爷想占我们家那个管家烧过的股份，对吧？哎，明白人好办事儿啊！狼爷说了，成了一家人，好多多照应你们。行，行了啊。什么时候咱们成了一家人了？哎，谁照应谁呀？俺就纳了闷儿了，俺也不是那郎达的亲娘祖奶奶，凭啥要把俺家的股份分给他呀？他张嘴饿了俺就得喂奶呀？他是谁呀？干啥？这家谁说了算？你听人家说，你这是，我就不跟你犯话，跟你爷们儿说呢，你这是。狼爷可是好心呐。嗯。他是见路不平给你们垫垫道，怕你们汤水湿了鞋给你们搭座桥，可别不知道好歹呀。嗯，不是你这么说，这狼爷不就成狗了吗？你看他这出门就留着那个墙边是吧，找个树壳子撒泡尿找地方。你也是，你说你这么大个人，他叼了个骨头在后边跟着汪汪汪汪汪叫，你干啥呀？哎，不是咋的呀，我听这话茬子可不好听啊，我好心好意的来给你们牵线搭桥，可别好心当做驴肝肺啊。哎呀，你这干啥呢？你这狗太怕人呐。当家的你也是，这干啥呢？你要说狼达是狗啊还差不多，你哪能说朱掌柜子是狗呢？别蹦跶了，吓着了吧？回去给你们家狼爷带个话吧，他郎达在厢房开他的粮行，俺们呢在傅家店开俺们的烧锅，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让他哪儿凉快上哪儿待着去。对了，晚饭没带你份儿，就不留你了。你别去，你们那人还两个剩骨头的吗？还给狗留着呢，那狗不吃啊。
сверху туда. А, хорошо. Подожди еще немного, а? Иди ко мне. Вообще. Большая стала, а? Ну чего? Не жалко отсюда уезжать. Жизнь она идет вперед. Тем более Хорватов сказал. В Харбине не просто рай. Да? Мы с папой поедем! Поедем! Пойдем. А что мы заберем? Чемодан возьмем и пойдем с тобой. Да? Стишки поиграем, хочешь? А? Портрет. Стишки. Какой портрет? А, портрет забыл. Да, закрыла полностью. Эту тележку. Катя, поехали. Поедем в Харбин, Маш. Тебе нравится? Приедем в Харбин. Папка тебе купит много-много вкусных конфет.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Красивый? Очень. Заживем мы теперь. О. Давай, иди к папке. Самолев, это ты? Тет Нора,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Здравствуй, здравствуй, здравствуй. Познакомьтесь, Тет Нора. Это моя жена, моя дочь.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п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Ну, ты, Самолев, как начальник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ой полиции, самую красивую девушку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поди себе в жены взял. Тет Нора, будет время свободное. Приходите чай пить. Спасибо. Было приятно п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Спасибо. До свидания, Тет Нора. До свидания. До свидания. Ну, да, зайдем тут на лужу. Пойдем. На лужу? Красивый? Очень. Пойдем заходим. Сейчас зайдем.龙汉，你是防蝇滚带，抓紧训练好防蝇兵，再轮流抽时间训练矿丁，做好护矿的准备。哎。这回风口的大当家可是管水啊，他不来骚扰，咱们跟谁打仗啊？将军府来电，说八国联军快打到北京了。